自古以来，人们对待姐姐也像是母亲一样尊重。恒儿出生的早，我又不能够陪着他，你温柔懂事，经常陪伴，也是替我弥补了这些不足。皇后微微笑着，她就差直说周恒是把你当母亲这话了。苏小玲这么聪明，她怎么会听不明白？娘娘误会了，在我们不知道她身份时。 我母亲和我兄长都拿他当家人一样看待，我哥哥有的他也有，我母亲记得他喜欢吃的所有东西。要说谁为娘娘弥补那些不足，我想应该是我母亲。苏小玲说话温吞温柔，却也向皇后说明了她和周恒之间不存在什么母子情。皇后皱着眉头，苏小玲温吞的反应让她如鲠在喉，是她看走眼了。 本以为是个好拿捏的，没想到竟然是绵里针。那你的意思，你和我恒儿之间是相互爱慕之情，是男女之情？民女和大皇子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事，所以民女不明白娘娘的意思。他和周恒有了赐婚，皇后这时候追究这些，无非是想要坏他名声，他怎么可能认？皇后只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让她非常的不痛快。